比较了解的运动员是谷爱凌，因为她年纪很小，但是非常的优秀，而且听说还是一个学霸。她14岁的时候好像就拿到50块金牌，非常厉害。然后她这一次要代表中国参加多个项目的比赛，很期待她的表现。我比较熟悉的是武大靖，因为他是短道速滑男子5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。哦，然后短道速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刺激的项目，然后很考验选手的爆发力和技巧，所以也特别期待他能带给大家怎样的表现。